吉安乡公所七号上午在吉安苗圃园区举办了泰鲁格族感恩祭活动，而族人们换上了族服，除了以歌舞感谢上苍，而现场更安排了一连串的生活记忆竞赛，希望能够透过活动结合教育，达到传承的目的。而活动中也颁发了25笔土地所有权状，还地于民，希望凝聚大家的向心力，来认同自身的文化背景。族人们换上族服，手牵着手，以歌舞的方式感谢上苍，而现场也安排一连串生活记忆竞赛，希望能透过活动结合教育，达到传承的目的。从播玉米、捣米。跟我们的饮水再一次的考验着我们部落族人的团结合作以及执行力，希望用族人的思维、族人的力量、族人过地的传统记忆来承担起活动的办理。感恩祭这是一个文化的传承，确实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从我们的歌、我们的舞蹈从小到大大家一起来传唱，大家一起来跳。吉安乡公所七号上午在吉安苗圃园区举办了泰鲁格族感恩祭活动，并颁证25笔土地所有权状还地于民，有18人因此受惠。传统部落的土地所有权，历经了20-30年的一个经历跟这样的筚路蓝缕的过程，谢谢我们土地咨询委员上山下海。背毒蛇嘴，也希望带来未来在耕种、在规划、在执行上更加的适性、便利、已有特色。借由文化祭典凝聚族人精神，传承族群文化，让传统技艺不仅能生根，更能代代相传。记者徐丽琴吉安乡报道。